的声音是来自我们台湾大哥大，这是月的最后一场舞台活动，现在正式展开了。在舞台上为大家带来热舞表演的是我们非常可爱的怪奇女神，我们三三女神，赶快热舞来，他们非常非常可爱的。今天我们非常厉害的舞蹈，欢迎现场所有朋友们热情的欢迎现场的朋友，赶快把握机会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舞台活动了。等一下我们的问题是说，你为了这样方式想要的朋友，千万别错过喽。精彩的来到数三。